好啦，最近我最近嘅 Dallas Store 开咗啦。开咗之后我第一次入嚟，原本呢个位咧系 Max Two Karaoke 啊。咁而家就将个铺位间开两个，咁呢个就系其中一边，另外嗰边嘅铺位唔知做咩咧，边个租啊？原本最近我嘅咧就要去到 Highway 7同埋 Kennedy， 系啦。而家好近，就有一间新开，货物当然好齐整啦。但系即系 Dallas 好多嘢都唔系 Dallas 啦。我见到最 minimum 几蚊两毫半。跟住好多嘢已經去到係3-4咁上，所以每樣嘢都要睇翻價錢。對於少少做維修嚟講，呢套嘢唔錯喎，$4係其實 OK 嘅，因為咁細個咯，個 size 咧，你好難會扭得爛佢嘅，呢個 OK 嘅。嗱，呢一行全部都係 Halloween 嘅嘢啊！多就係好多，但係今年政府又因為唔完全禁止攞糖喎，咁變咗咧，我都覺得呢個決定係魯莽嘅。咁小朋友村逐家逐户拍門攞糖，有啲咧就話不如俾條水管啦，大家保持一個距離，將啲糖掉落個水管度，射出去俾個小朋友啊。咁但係都唔係一個辦法。咁我見到員工咧繼續喺度擺設啲嘢上架，呢邊繼續，咁每一個季度又要換嘅咯喎 ，Halloween 過咗又要落曬架，啲化妝啊、裝飾啊、扮鬼扮馬嘅嘢。今日星期六，咁新開咗，但係即係唔係好多人知啦呢間 Dallarama。在這個 Denison Center 啦，即是 Kennedy 同 Denison， 行到這個玩具區呢，平時我就不多看的，不過過來看看大家有沒有一些你以前有玩過的玩具在這裡啦。你打這些保齡球有沒有試過？是啊，很多人問我在哪裡買那個換雪胎的時候那個氣積頂上高那膠呢，其實是很淋的。後我買回來之後覺得它淋得滯，我就買塊這樣的打 hockey 那些，轉個洞就上了下去，那就轉深一點藏了下去，那這塊膠這麼硬呢，就更加適合用那個氣積的時候頂上去的時候呢，如果不是它原本那塊橡膠很淋，它會整個凹曬凹到落去頂到中間嗰螺絲，咁啊唔係咁好，所以我買咗塊咁嘢，你自己識改噶啦嚇。我哋繼續睇下啲玩具先，有冇玩嗰只？唔係呢只，叫扭計蛇。嗰時買汽水，個汽水蓋掩可以換嘅扭計蛇、扭計蜥，又或者呢只咁嘅彈簧咧，落樓梯一路一路咁彈下彈下彈落樓梯。這個就是彩色版，是啊，我們又會買貼紙，買貼紙貼下去自己心愛的書啊、筆袋啊，幾十年來都沒有變過。有一次呢，我的侄子那時候只有八歲呢，就揸住支咁嘅嘢上飛機，跟住俾保安制止，要佢放低，佢好唔捨得咁放低呢支槍，本來拿住上飛機玩。咁 Halloween 嘅嘢換咗之後咧，下一個即係下個月又換一啲聖誕節嘅，又會換上聖誕節嘅飾物嘅咯噃。咁啲架又會全部換過曬。